我哋如果你想學 One Motion 或者你學 Curry 射波嘅話咧，我哋最緊要就係手腳同步。你手同腳同一時間上，同一時間落，係應該係咁。Hello， 歡迎大家收睇成長希望基金會基金青少年入樽計劃入面的甲一球訓練。那我就是成長希望基金會的職員 Steve， 那我身旁就是計劃入面的大師兄 Coach 輝。大家好。哎，承蒙 Coach 輝上一條片，很多人都跟我說說學了很多好的絕招。大家肌肉已經有了，但是他就說不識點射波，所以有見及此，今天就請到 Coach 輝就教大家怎樣去射波，希望大家可以在這條片上學習一下。今天勁啊，帶齊所有架撐來，你要見到陣間會見到十幾個瑜伽球，就是讓你感受一下什麼叫壓彈。壓一下，向前。往后穿腰，看唔睇到？睇住，我哋系用核心压弹起，好快，唔会咁慢。系啦 ，good， 压，用力压落去。系 good， 系 good， 继续。Off hand shoulder， 腰筋向前啦，升翻直个人 ，good， 压。扯住呢度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嘅核心。你要用瑜伽球的力量压弹压弹压弹，上好再往前压，会扭曲，用力压，高，你吸住个波顶，然后拉。拉向下，個波咪快咯，明唔明白？我哋如果你想學 One Motion 或者你學 Curry 射波嘅話咧，我哋最緊要就係手腳同步。你手同腳同一時間上，同一時間落，係應該係咁。第一，重心腳踭唔可以掂地，明唔明？我哋係壓掹拉落嚟，平波唔好平波，唔好平波啊！壓彈。记住，系呢度到呢度一条直线，压弹，入高就我咁大个仔未试过喺个长度见到咁多 air ball， 但我同时间系未见过咁多人系继续坚持去射波。我覺得呢個精神是大家係無論今日 Coach 輝教大家點樣射波又好，點樣用核心的力量都好，但我覺得背後的精神嘅就是一定要 keep trying， 大家不要放棄。Air ball 只是一個過程，你不停咁樣訓練，不停咁樣試，最後你哋會做到你哋想做的嘢。咁我覺得呢樣嘢唔係淨係你哋打波嘅，即係我同 Coach 輝都有交流，覺得其實籃球是整個人生裡面的嘢嚟嘅，係啦。咁希望你哋睇下今日。學到雖然只是一個個半鐘，但點樣將你哋學到呢樣嘢帶翻去你哋自己球隊度？到底我學咗呢啲嘢點可以喺球隊裡面貢獻多啲咧？咁我想將呢一個嘅功課交俾大家去諗，點樣將今日學到嘅嘢帶翻去球隊度，令到我哋嘅球隊可以更加進步。核心嘅力量大家要記住入腦，同埋我最後講嘅呢句，點樣將今日學到嘅嘢帶翻去自己球隊？記住我個人覺得你哋最好咧，隔一日做一次嗰個 HIIT 咧。它會令到你很快咧，會感覺到咩係核心。你會發覺你打波嘅時候咧，你嘅爆炸力啦，同埋你嘅對抗性會大增嘅。入樽，耶！好啦，完啦，完啦，完啦。